干一包这个，好，好，我先吃下肚皮了，摆面，哎呀，我倒了，我摆，打无几多啦，冲到平后摆嘛，一斤的雪梨外口来300多啊，斤两三四五六七个人去搞买哦，一斤的雪梨加一包鱼子羹两斤的哦，先加钱我先卖你哦，200多，来200块，看你卖多少，200块咯，200块就好，好，好，谢谢，来200块咯，200块。一斤的蒜二200，你有买过吗？200，200块。好，你搞咩啊？200咯。这就那么，你蒜二这么先亏一包一千斤，几个汤？来者。我你买什么干么汤？我买200咯，我讲过。来好不？来，几个汤给我。蒜二的心啊，当倒掉。看到无倒掉，你的心情拢轻松。整个心情都轻松了一下，来，我看看了，心情好。有啦，我来啊，我来啊，200来，200块，我无200都买一个好不好？第一个买200是啊，我不要处理啊，变变，你第一个啊，你搞收200，我无理啊，我无理啊，我无理啊，收，来。你两块给七八七啊，两块，那就拢无伊啊。哎，你讲有要食这个鲑鱼的无？这种用要求你个块体变啊，愈提愈红，你看，这个是上青啊。这一包行到几啊？200行到500，唔免300哦，你只，一包过12啊，一包过来啊，一包过来啊，拢无来啊。有啊。200块你可以当吃，200块了。200只。好啊。哎，那这个，你看我包几只？几斤的？这里来只无买，这里等于无买物件，毛肚啊，300免啊啦，皮也无免啊啦，百五买过手也只，好食无？100块了。一个啊。100块来啊。两个三个。100块了，100块，100块了，开100了，你上好食啊，100块了，不用带钱了，你啊，全部不用带钱啊，多少钱块是啊？100块要吃无？无买无？来皮也吃。啊，最后剩一包啊嘛，一包。等我收着，等我收着，等你了。你敢有感觉有饱无？一个你敢有饱？开始，开始敢有饱？来，你过来要吃啥物？二人要吃什么吗？鸡块。鸡块全你包给老水了，还要收走边的。他那几包有四包无？有啊。来，我提过。啊，四包，一个只提过你啊，下年去嘞。有人要吃那个黄肥包吗？过来，你买了什么？来，意大利面。意大利面你也提起来，阿叔我买好些。你敢要吃干贝？要吃啥？阿叔我扛起来，一个提一台下去。我只要排排起来，咱只好吃。我人家三个咱来陪足济啊，对啦，袂啦，袂啦，迄纸片较无问题啦，迄纸片袂拢夹袂迄袂啦。啊，终于要名了。意大利面上面写了，直接160就好了，卖完了。综合酱好不好？综合啊。谁？还写成番茄呢？崔小姐的一包上面啊，今天来总分那里。意大利面今天80包全部卖光光。姐，你这是交警追我，我做阿妹，我叫做阿妹，唔好烫着哦。啊，过来要吃啥物？刚刚要吃啥？你现在来蒙白了，我这拢没有关系的哦。哈，大伯哥爱啥物？你要啥？鸡啊，来你两下拢给我。我这拢给我好不好？拢给我，全部做几个啦？我要全部，全部。我有冇货了？好，我喊出来了。哎，一包8块钱收的。来，我来讲吼，这樱花虾蒲烧米糕，这是五人的大人吃拢有够啊，规个绳啊拢有力啊，吼。一包卖就1000，卖就800，先给钱的先给350好啊，350好啊，你要吃啊？所以你靠差五起来好啊，吼，你要吃啊？就500好啊。35出资啊，到后尾啊，350。来，我来讲好，这无我收着。有人要食迄个河豚骨养生鸡几只哦？板道里用10人份呢，一只免1800，外口加一个红啊800，
沙发楼。耶、yeah. ！三百块，最后这只沙发上面是猴头菇的养生机，沙发猴楼。耶、yeah. ！谢谢。第二天来弄这个。三千，三千。你找大哥，我是谁大哥？啊，今天我让我修修给啊，不能不管，谢谢。找完之后，大哥。我咧都正拢扛你啊，好水哦，哦，我咧不错。哎、欸，你讲要食咸鱼啊？挪威，挪威青鱼，你讲要食？你要食挪威啊？啥物啊？哎，阿姐，你唔要买啥物无？哎，你拢无要放假，我拢放假，我只是假咧。前天我咧吞放咧，假放咧，吞咧。来嘛，即摆你鱼网我未上。我即摆回避啊，坐伊啊，停车啦。恁个买啥物？然后这恁个要食啥？咸鱼啊！咸鱼啊！咸鱼啊！去去。啊，咸鱼要食200块啊，好无？200块。来者。两位啊。来者。一袋200，两袋哦，你要3袋哦，你要4袋哦，你要来5袋200了。好，超级好，提高袋。还好啊。有时要么就是人，也是很好啊。还有点两个啊。好啊。这什么要不要去啊？搞运动不？时尚。过几年啊，阿叔。太幸运了，真大个啊！真是大哦。五岁哦，两百了咯。三岁哦，你四岁，五岁。两百块要吃哦，两位啊。放在做啊，我做啊。哎，未死咸的两位。拢有啊，有咧收啊。来收钱。当时的当八块，你又看出钱用啊，你又无留个帮忙着，我帮你看。两百拢有啊，有咧收啊。然后我讲啊，免卖用啊，免只小讲。啊，我爱注意哦。好啦，要弄着哦。来，你过来要吃啥物？我那些后尾头毛啊，整理干安尼，看下外脖子，是咪足顺的安尼？你啊？你喺地下看，我都唔讲话，你喺我惊咧。你喺地下看，都唔讲话，你喺我惊咧。对啊。重点是你该讲的，我袂插你。无啊，无真正一千块，唔是甲你开玩笑的。啊，这五啊行一只500-600，你收啊，这两只行廿千二，这无饲的啊，一千的啊，这只搁送你一千好不好？啊，无你买两只三只就好啦，你卖买侪啦。嗯，啊，你买少，你即摆搁无啊，你搁嫌侪，你是。我无你买两只400，我5只卖1400，400。哦，你先食，你先食看卖安尼好无？哦，啊无你拢1000个啊。来，过来，你要食啥物？过来点啥？来，你前天讲话，你帮我加个无？诶，我来讲话，你搁临时啊？我拜师，即个拜师电脑有来啊。保证哦，恁来我遮凉到你会寒，凉到你爱穿外套。若过爱穿外套，你会惊无？无啦，无啊寒啦，无啊寒啦。啊，会足凉的啦吼，无啊喊到讲爱穿外套啦。啊，每台电脑机啊，迄阵我啊唔捌寒，足凉的。啥物鱼龙？200，这个500，我都有听过。好的。最后鱼龙，剩这两条200，差不多。好，谢谢你啊，我把你多弄几条，再来试。来个是要吃啥物啦？虾啊，讲吼。你看我了，下巴我了不好了，对不？我今摆了感觉讲，我顺顺我行了，唔免你了。来，上面就虾卷呢。那姐是100块，哪都有贝蝶、葱抓饼，等等，今天装回去，8片，100块而已。你要几片？那个口味很特别，你没有吃过的。你要一包2包？我先买一包。一包包回去包了。啊。这边一包。葱抓饼一包。好啦，我注意就好啦。来啦，上面就这虾冻的啊。这两个真正的上好食啦！我来讲啊，这5条啊、6条、8条啊、9条、10条啦，这10条卖讲真好鱼啊，无啊，100块就好啦。这3条搁送你啦，这6条啦，这8条啦，这10条，这全部鱼10条啊，100尔啦。好食。100缩起来，斤两三。好食个一个。6啊，18、9啊、10啊、
十一、十二啊，十三条啊，十四条啊，十五、十六啊，十七、十八啊，十九、二十啊，这汤都好食啊，熟的啊，也退冰。阿叔，你够几个？最后搁一个是八条鸡汤的啊，八条啊，十条啊，十一条啊，十二、十三啊，十四、十五啊，十六、十七啊，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一百个有咩来无？谁要讲啊？有啊。来吃。我爱卡一下，四条啊，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啊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啊，十四、十五、十六啊，十七、十八啊，十九、二十啊，一百块就好啊。这一百黑鸭够够人买来无？美女要不要吃？这个真的很好吃啊！你没买你会后悔哦，不骗你哦。要不要回去吃看看？真的很好吃，煎一煎，很酥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收起来。来个，要吃啥？有什么鱼吗？鱼啊、哦，有白鲍啊，有比目鱼大只，还有那个。你要什么鱼？我即摆来念，你有兴趣来讲。我不知道，我即摆一样一样来讲。你会听我来讲，你会听无无？听无啊。来，我即摆讲给你听，那个白鲍啊，整只现捞的白鲍啊，还有大比目鱼大只。你要拍开啊！鱼啊，哦，鱼啊。啊，还有那个黄鱼片啊，还有乌鸡。它是大比目鱼，比目鱼啊，那比方啊，做小李老的。有那个没头的鱼吗？没头的。没头，不要冻掉没头。最起码就等于没头。什么没头的鱼？没把气温放大。老李，我这是，还可以发烧。哎，老李没头的鱼啊。你在车尾拢没头啊？鲽鱼的吧？哦，鲽鱼的吗？